大家好，Om Swasti Astu，我们在巴厘岛，每一个看到别人还打是招呼，招呼，我对们就说 Om Swasti Astu。，Om Swasti Astu 就是我们在巴厘岛的那个问候语，对。我是。Made Sukaryawan，我是来印尼巴厘岛。对，在巴厘岛，我们没有family name，在马代的名字呢叫做伊马代苏卡瑞亚万，各位在这个荧幕这边有看到伊马代苏卡瑞亚万，巴厘岛的名字呢，如果前面是一个 i 的话，他们的印尼文的发音是一，i 的话表示是男生，如果是女生的话，她的名字前面就是 ni，对。所以从名字呢，你可以看得到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名字。然后在巴厘岛没有姓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有姓洪、姓陈、姓王，在巴厘岛是没有姓氏的。马代的话呢，这个名字是，Made means second child, 就 so 是第二，在家里第二个小孩的名字呢，叫做马代。那第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第一个是 Wayan，第一个叫瓦样，所有的家庭都一样哦。第一个小孩都叫瓦样，第二个小孩都叫 Made，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叫纽曼，牛满。纽曼，第四个，第四个是克顿。那如果有第五个呢？如果有第五个的话，就 come back to Wayan。哦，如对，果有第五个的话，就又再回到。那个瓦样这个名字，那如果有第六个，也就是 It's my 叫 day。Made，OK，所以呢，在巴厘岛的话，如果你走在街你上的好。话，你如果叫一声 Made，可能会有很多人回头看你，尤其对对，可对。是现在，因为现在大部分大家都有一个两个小孩，就是只有 Wayan 跟 Made，就现是在的人生的也比较少是。了，所以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叫做瓦样或者是叫 Made 这样子。那这个 Sukariyawan 呢？Sukaryawan 是。不是 family name，就是my parents，我爸爸给我名字，哦，对。爸，所以这一个呢，通常在。英文名字的话，他们这个通常是姓嘛。可是，在巴厘岛的话，这一个 Sukariyawan 呢，不是他的姓，而是他父亲给他的名字。Sukaryawan in our language。We divide by two, which is Suka and Riawan. 哦，所对。以他 Sukariyawan 呢，其实在他的。语言呢，其实是分 Two 为 meaning 就是两个部分，有两个意思的。Suka 是什么意思？Suka is mean like 喜欢喜，Suka 欢，是喜欢的意思。对对对。Riawan is mean happiness。Riyawan 是快乐的意思。So the purpose, my father give me this name. He wants me in my life to give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OK，所以他的父亲呢，给他这个名字呢，是希望在马代的一生中呢，他自己也可以很快乐，那同时呢，他也可以给予别人快乐。Because when you give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it means you will make more and more friends. So in this case, many people also will like you. That's my father meaning. 那父亲呢，是希望呢，他在这一生中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因为呢，当你给别人快乐的时候呢，同时你也可以交到朋友。
Okay, this a very short explanation about my name. Okay, 以上是那个跟大家介绍马代老师的名字的意思。OK， 刚刚讲到马代老师是来自印尼的巴厘岛，对，那有去过巴厘岛的人请举手。哦，在座有几位？OK， 很多人都是因为去度蜜月，或者是有的就是旅游这样子，对，这个是。地图呢是巴厘岛的整个岛屿的地图。那马代老师呢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叫做 Sukawati 这个部分。离飞机场？离机场？离机场大概开车大概一个小时。OK， 从台湾搭飞机，台北有直飞的班机到巴厘岛。台北飞巴厘岛的班机的时间是5小时25分，对，长荣跟那个华航都有直飞的班机。那机场呢是在这边对吗？对，差不多。Our island is very small islan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bout 180 kilometers. 巴厘岛这个岛屿很小。它从北部到南部只有180 kilometers， 180公里吗？开车大概多久 ？If we drive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it takes longer than around 3 to 4 hours. 哦，开车大概3到4个小时。Because in Bali Island, our road is small.Also, a lot of mountain road. Okay. So the 有去过巴厘岛的都知道，它的路非常的小哦。它的然后就是没有高速公路，所以从北到南呢，大概开车大概3-4个小时左右。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巴厘岛好了。刚刚我们讲的机场是在这一边啊。然后机场往下呢，这个地方呢叫做那个南湾。这个地方呢，努萨都瓦这里呢，就是有很多水上活动的地方，还有很多五星级酒店呢，全部都聚集在努萨都瓦这一区。然后在左边这个乌鲁瓦图呢，这个是也是断崖，那这边呢也是有很多就是五星级的酒店都在这里。马代老师的家是在苏卡瓦提，苏卡瓦提这个地区比较有名的是什么？Wood carving 木雕，对，木雕村的话呢，就是在这一边，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洋人街叫做库塔，库塔这边去到巴厘岛的人一定要去那边逛街，对。然后再往上的话呢，这里是。乌布地区，乌布地区呢，现在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些瑜伽研习营，对，很多学瑜伽的人都会过去那里，做瑜伽，或者是参加一些静心营这样，对。然后再往上的话，这里就是火山，对，这个地区也是非常的美。然后这边是海神庙，这个海神庙在退潮的时候呢。可以走过去，走过去这那个海神庙那边，对。In Bali, our religion is mostly Hindu, which is same. We originally from India. Okay, 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印尼呢，大部分都是它的宗教都是回教、伊斯兰教，唯独巴厘岛这个地方呢，95%呢是印度教。那这个印度教呢，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它印度传过来的印度教呢，后来呢又加上巴厘岛当地独特的文化。所以他的印度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印度教，跟印度呢又有那么一点不同。那今天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呢是巴厘岛的传统服装，哎，
This uniform is our Balinese culture uniform. So this one we call it udang. 马代老师他头上戴的这个是巴厘岛的男生呢，会戴这一个udang. 对，这个帽子叫udang. Udang, and then the bottom is a sarong. 对，然后这个是 sarong. 对。So basically, when we have a temple ceremony or wedding ceremony or the government organized a meeting, we all have to wear like this. 通常在巴厘岛，如果说参加庙会，或者是庙里的祭典，或者是婚礼，或者是一些政府的会议。都必须穿像这个样子。Or even when we have a cremation, if someone pass away, we also have to wear. 对，就是婚礼或丧礼都是要穿着这个传统的服装。所以有去过巴厘岛的人知道说，当你进去他的庙里面的时候呢，你是要有穿sarong才可以进去的。对。But there is different.Color when we, for example, if we go to the temple, the color has to be white. So white on the top, white here. 那像这种传统服装的话呢，也有分颜色。比如说要去庙里面的话呢，就会穿着白色的上衣。对。Today that this color I wear, which is.If I'm going for wedding party or meeting like government, like a local government, time to time we have meeting, so we can wear any color like this, no problem. 其实在巴厘岛呢，它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他们的那个怎么讲，他们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紧密的，因为他们是非常注重每一个庙会。还有每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那一个社区他们的发展，所以呢，常常会有家里的男人要出去开会，所以要出去开会呢，就是等于像是就是要穿这样子才可以去，就是不能穿一件短裤啊，或者是不能穿就随便一件裤子衣服出去。如果是要去庙里面，或者是要去社区，或者是政府的一些会议等等呢，都是必须要像穿这个样子的传统服装。OK。Because our in Bali our culture is very strong, so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temple, if you don't wear this one, the local community will punish you, like will talk bad about you. So very strong culture in Bali. 对，在巴厘岛就是因为它的文化风俗文化非常的严格，所以就是等于去到庙里的话，就是一定要穿着像这样子的传统服装。OK，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介绍马德老师，他的爸爸也是木工师傅。马代的父亲是木工师傅，那从小呢，他是跟木头一起长大。那八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爸爸说：“哎，我可以学木雕吗？”然后马代老师的爸爸说：“真的吗？你真的要学木雕？”八岁的小朋友跟爸爸说要学木雕，他说：“好啊，如果你要学，我就带你去。”于是呢，爸爸就带马代去木雕工厂学木雕。所以听马代老师说呢，当时他们学习木雕的时候是从所有很基础开始学的。比如说他说一个平面呢要把它敲到很平，他可能要学习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师傅的要求。那所以说他八岁就开始去学，他就利用那个就是下课的时间去学木雕，然后就一路一直学一直学，学到了高中毕业。那这个呢作品呢是当初马代老师他们小时候在
巴厘岛呢雕刻呢时常用时常刻的作品。左边这一个呢是 Rama and Sinta 爱神，然后右边这一个是黑檀木，也是智慧之神。Before we talk any further, I like to explain also in Bali, our school we have to go to school 6 days a week, not 5 days. 哦，在巴厘岛呢的小上学是一个星期六天，不是五天哦。But you only study from 7:45 until 12 o'clock. 但是他们的上课就是上学时间只有早上7:45 to 12:00，中午十二点就下课就回家了。然后回家，然后中午的时间我把用那个时间学木雕这样。哦，所以他就利用他下课之后的时间呢去学木雕。So,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wood carving, because you are a little kid, when you go to a wood carving factory, they won't let you right away to use the knife because it's dangerous. 哦，因为小朋友去学嘛，所以他不可能一开始就给你木头，给你那个刀子，让你马上就刻，对。So, at the beginning, first few months, you only every day you go there to just look what they do. 哦，刚开始几个月呢，他都是就是只能看看人家在做什么。然后下班的时间，我们需要帮忙打扫那个，就跟我们以前的学徒是很像了哈。对，下班的时间他就要打扫这样。然后老板会看你，哦，这个小孩有没有乖乖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乖乖的？对，看这个学生有没有乖这样。对，如果老板觉得你哦这个小孩很好，他会给你慢慢用他们的刀子这样。哦，如果他觉得你的表现好的话，他就可以慢慢的就是让你去学习这样子，使用他们的刀子。对对，可是那时候我们三个不用钱。那时候上课不用钱，就是学徒了哈。OK。So it took me about 3 to 4 years to learn until I can make one this one. 3 to 4 years. 那大概学了3至4年的时间呢，才刻了像是这样子的作品。那这个是黑檀木吗？黑檀木。对，早期他马代老师说，早期他们在巴厘岛呢都是刻黑檀木。如果对木头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黑檀木是非常的硬，哦，对，所以这个刀工要学习的非常的彻底。马代老师呢，他就是一直学到了高中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然后他还是一样是一位木雕师，但是当时呢，因为木雕师的收入比较少一点，那他为了想要就是改善家里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一个就是观光地区嘛，那他就想要去饭店上班，那去饭店上班，你的外文能力一定要好，所以呢，马代老师他就趁着他下班时间呢。就利用他的下班时间，他自己去补习英文跟日文。那补习了一段日子之后呢，他就去应征工作。后来就应征上了那个 Club Med 国际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呢，它是一个那个法国的度假村。以前呐，现在是已经变成中资了。那早期呢，它是一个法国的度假村。它在全世界呢，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有50几个据点在世界各地，有这样的度假村。那当时呢，马代老师刚进去的时候，看得出来哪一位是他吗？应该可以吧？最黑的那一位就是他了。马代老师刚进去的时候呢，他是做射箭教练。那你看他都要带小朋友，还有教那时候的游客射箭。In my when I graduate high school,
which is because in Bali Island, at that time the most popular job is in if you can work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当时呢，可以在旅游业上班呢，是最好的、最热门的工作。It's like a dream for every young people. Oh, I like to work in the hotel, work in the big hotel. 像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就说：“哎，我如果可以去饭店上班的话，嗯。” Because the salary is quite good, and also your image, like your friend.You know that you work in the hotel, you say, wow, he's working in the hotel, he must be very good. 在当时啊，在马代老师那个年轻的时候，虽然现在还很年轻了哈，在他更年轻的时候呢，那时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对，热门的工作。But in that time, if you want to work in the hotel, you need to be able first speak good English or.Speak other language like Japanese or Chinese, because a lot of tourists they coming from English speaking, Chinese speaking, and Japanese speaking. Yeah, 所以那时候就是语言是很重要的，英文、日文或者是中文都是很重要的。So, I really wanted to work in the hotel, so I push myself very hard to learn Japanese and English. 马代老师那时候呢，就是他一直鞭策自己要好好的学习英文跟日文。Also, one good thing is when you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or Japanese or Chinese, because in Bali before, if you, for example, if you are tour guide leader, like you, and then you take tourists. If this tourist shopping, buy something in the shop, you will have a very good commission. Okay, 除了饭店之外呢，就是如果是旅游业的话，导游跟领队呢，如果说客人有就是购物的话，导游领队也可以拿到一些 commission 这样子。对。Yeah, that's one of the.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want to work in the tourist industry. 对，马代老师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改善家里的那个生活这样。然后刚刚讲了就是第一个那个工作呢 ，Clubmate 这个工作呢，它就是因为它在全世界有很多个据点，那个公司呢，它希望员工呢每一年都调到不同的国家去。他希望每一个员工就是每一年调，有时候甚至每六个月就调到不同的国家，因为他希望员工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然后待太久你就会产生就是你的舒适圈，然后就可能就会比较懒散这样子。那其实对年轻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那第一，刚开始他是在巴厘岛，后来呢他就调到名单岛。名单岛当那个健身教练，名单岛是在它也是印尼的岛屿，可是它是在新加坡旁边，所以如果你要去名单岛的话，你不是坐飞机到那个雅加达或巴厘岛，你是坐飞机到新加坡，然后再从新加坡搭渡轮过去名单岛这样子。对，后来呢，随着日子渐渐过去，马代老师觉得说，当健身教练、当运动教练，这好像是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他觉得随着年纪又渐长，是不是应该要学一些一技之长？所以呢，他就一样，就是他会利用自己的下班时间，然后再去学习。他就会跟他的部门经理说，我想要去学调酒。我可不可以每天我下班的时间我过来学习？那个经理如果说 OK， 然后他就去学习。那他就是这样子学习，然后经由饭店的经理认证过后呢，觉得 OK 了，然后他就调到那个吧台的部门。那所以说后来呢，调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还有泰国普吉岛，还有马尔蒂夫工作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都是调酒师。Also, because I don't drink alcohol a lot, but what I like to make is drink, because I'm the art person. Because when you make a drink, it's not only one glass and then you pour. No, you also need to mix the drink to make it taste better.马德老师觉得呢，调酒呢也是一门艺术。你不是只有这样调一调一杯在那边，你可以想办法让它做得好喝，然后做得好看，这样。Also, you need to put some fruit decoration. Some how to create this one glass with different color of drink and decoration to look nice? Because what I believe.Like a food or drink, if you just put one glass and then you pour, even tastes very good. By the look, this you will feel, you know, the taste is not good. But when you decorate, mix the color a little bit, even tastes so-so, and then you see, oh, wow, this is must be taste good.I believe this one. 所以调酒呢也是一门艺术。他觉得一杯饮料除了做了好喝，他觉得呢也要把它装饰得很漂亮，这样。然后呢，马代老师他其实做了调酒师做了好几年。那在这几年时间呢，他觉得除了调酒之外，他想要再学学其他的厨艺。因为那个公司是法国公司，所以每一间度假村都有。会有法国的厨师，所以他就会用他的下班时间，比如说在吧台做调酒的上班时间几乎都是在晚上，对不对？比如说晚上凌晨12点、1点、2点下班，可是他为了想要学习烘焙、学习厨师，他可以在隔天早上5点再去厨房跟厨房的师傅学习烘焙。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日本石垣岛工作的时候呢，马代老师那时候就就是一边做吧台，然后一边做那个烘焙师这样。Also, because every time I serve coffee, like every morning all the guests coming order coffee, and they always want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sweet or something. That's one of the reason.Oh, I need to learn how to make a dessert. Because when you drink coffee or hot tea, with dessert, even better.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Okay, 所以他那时候在酒吧工作的时候，像早上有时候要就是客人点咖啡的时候呢，客人都会希望有一个甜点可以吃。那时候他就觉得说，哎。甜点这么重要，所以他为什么会想要学习烘焙甜点这样？那这个呢？这个东西，这些呢是果雕。因为马爹老师呢，他会木雕，对吗？所以每次呢，只要就是有任何节庆，饭店有需要什么活动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请马爹老师呢做一些果雕，可以当做装饰这样。这个是在日本石垣岛的时候，有去过石垣岛吗？石垣岛离那个台湾非常的近哦。对，他从如果花莲如果有直飞班机的话，只要 Star Cruise，Star 啊 Star Cruise 那个 Star Cruise 六个小时吧，是从基隆到那个六个小时。哦，立新游轮哦，那时候立新游轮有到那个冲绳跟石垣岛这样。那如果说是搭飞机的话，从花莲过去听说只要30分钟，那从台北的话大概40-50分钟就到了，非常如果游泳的话可能一个星期OK 看得出来这位是谁吗？看得出来了，这位是我了，年轻的时候不好意思，现在走中很多我是在西元1999年的时候去巴厘岛 Club Med 上班，认识马爹的。那时候我去那边上班的时候，我是在村外旅游柜台工作，然后后来呢也到了那个前台工作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是同事，我们
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公司每一年不是会调我们到不同的国家，那我们每一年呢都很幸运的被安排在同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曾一起到过马来西亚真拉丁湾，然后也到过名单岛，然后也到过那个泰国的普吉岛，甚至我们有经历了那时候2006年吗的南亚大海啸，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一次的大海，对，那 tsunami 那一次的大海啸，真的是有吓到了，就我们真的就是人在现场，那我们那个很幸运的就活下来了，对，经历了那一次海啸之后呢，对人生有很大的体悟啦。那后来结束了之后，我们就被调到了日本的石垣岛，然后又去了马尔蒂夫。那时候已经是大概一起在这几个国家工作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年纪也觉得差不多了，觉得应该是好像应该要安定下来了。然后后来呢，我们两个结婚之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回来台湾定居。OK， 2011年呢，我们就回来台湾定居。那时候的马代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字都不会。可是呢，他要去考烘焙执照。烘焙执照他不是有分那个笔试跟那个实作嘛？实作当然没有问题呀，因为他就是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没有问题，实作是没有问题，但是笔试的话怎么办呢？对于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那时候呢，我只好怎么样？那时候我记得补习班给了我们好像600多题考古题，我就这样一题一个字一个字翻译中文给他看，对，那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给他。然后他就记着那一个字的形状，这样记了600多题的考古题。我那时候都会很难，非常谢谢谢谢。那时候有时候读书会读到生气耶，就是说，哎呦，怎么这么难？真的对我来讲，我也觉得很难，因为非常难，不是非常难。可是呢，好，那就。读完了然后就去考试了，考试笔试时间1个小时，那好几十个人进去考场哦，就考进去考试大概都是台湾人，那你我们台湾人最会考试对不对，一个小时考试时间，大家进去十几分钟大家都慢慢出来了啊，因为大家都很快啊，中文看得懂都很快，十几分钟你就看到大家一个一个出来哦，然后他呢考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个最后一分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了，我就走到门口就问那个监考官说，不好意思，我可以看一下他还 OK 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站在门口，就看到那时候大概有7、8个监考官全部站在他前面，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啊站在他前面给他拍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不懂什么，他们就说你可以进去了，已经结束了，进去了，原来是那个好像就是考完马上就可以那个知道分数了嘛，然后当时所有的那个监考官全部给他拍手说你考了87分 lucky 哦，那时候我跟你讲眼泪真的飙出来，就觉得那时候的努力就真的是对值得了，就他们跟我说也是有越南人跟泰国人，也就是他们有记者也没办法，因为中文真的很难啊，如果说没有人一个字，他真的很厉害，他记那个形状字的形状，然后就记那个意思，对，然后就这样子考到了他的烘焙执照，然后呢就开始了在台北的餐厅工作这样。那后来在台北呢就是在那个劳瑞斯餐厅，这个是那个桌边服务的牛排做厨师这样，那也在那边工作了好几年哦。后来呢，他就是开始就讲到我们的木雕的部分了。那来了台湾呢，
因为就是休假的时候我会带他到 四处 去逛逛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木栅的指南宫，跟我的母亲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逛，然后就看我妈妈就看到一个龙头，然后就说哎呦这个真的是好漂亮，然后他就突然想到说哎马代你不是会木雕吗，他说对啊，哎那你可不可以刻一个龙头一模一样的给我，他说没问题啊。然后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而且我们是住在大楼里面哦。那我的妈妈那时候就回到了南部，从南部呢寄了一块木头上去台北给我们。她说当时她是怎么磕的，她把那个木头呢放在她的大腿上磕，因为她怕那个因为大楼嘛怕会去吵到楼下的人，对。然后那时候她就在我们的那个公寓里面就磕了这个作品。Also this time because before I came to Taiwan, I will always think, oh, I will not be able to do wood carving because big city where you find the wood or whatever. 他来台湾之前呢，他是把台湾想象成是一个很摩登 的都市，他 不觉得他在台湾可以做木雕这件事情。So I didn't bring my wood carving knife or.I didn't bring 他也没有带他的木雕 刀具啊，从巴厘岛那边带过来都没有。Usually when we work in the hotel, like different country, I always bring my wood carving knife. 通常呢，他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国家，他都会带着他的木雕刀一起。对。Then when we live in Taipei, and then 我妈妈 asked me to do.Carve this one, but lucky, I also have one friend. We also have one friend. He also Balinese like me, and wife also Taiwanese. So that time they went back to Bali for vacation. 也就非常的刚好，我的妈妈请他刻这个龙头的时候呢，刚好我们另外一个住在台湾的巴厘岛朋友，他要回去巴厘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请他。帮忙把那个马代他，从小用到现在的刀具带过来，这样，对，也就这样开启了他在台湾呢木雕创作的路，这样。那我们就一直在台北工作，我是在外商工作，然后他也是在外商的那个餐厅工作。那后来呢，因为我上班的公司呢决定把台湾的事业体给收了。我们就那个失业了嘛，那失业就要想说，哎，那下一步要怎么走？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因为在台湾的这几年，他都有一直在做木雕创作，所以他说，要不这样，我们开木雕工作室好不好？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几年的积蓄呢拿出来试试看。对，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没关系就试试看，因为人生就这么一次嘛，那你不试你怎么知道 O 不 OK， 那就试试看吧。后来我们就决定就是搬回来南部，然后就开了他的马爹木雕工作室。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室呢，我们都在做什么。其实我们一刚开始做工作室一刚开始开的时候呢，马爹就是一直努力的在那个累积他的作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做木雕教学，木雕教学，比如说我们有跟学校高中职学校合作，就是教高中职教师的公民营，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高职的老师呢，他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可以来上这个有关于他们教学的课程的课，所以我们就有教公民营，或者是也有自己开课这样子。对，那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之一，这是猫头鹰的手机架，所以就是让大家学习木雕，然后同时呢，这个木雕呢还是有它的那个功能性，这样。Our class, our wood carving class is
fun, enjoy class. It's not really, it's not like a traditional class. It's a more enjoy, relaxing class. 对 ，So, 马代老师的木雕教学呢，是一个就是很轻松的学习方式来做教学，这样子。不是他小时候去那个木雕工厂，那个要一个平面要刻好几个月才会被说可以才可以这样子，因为他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先喜欢木雕这一件事情，然后再做更深入的学习。Because I noticed that young people they don't like wood carving, they don't like to learn wood carving.Because they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很难 That's why I want to change the concept. That's why I open a easy enjoy class. 他注意到了现在年轻人不太喜欢做这个木雕，他们觉得好像很难，所以他希望借由就是简单的作品，然后来提起他们的兴趣。这个也是教学内容之一，猫头鹰的时钟。为什么要刻猫头鹰呢？In our culture in Bali, this bird is has a very good meaning. 在巴厘岛呢，猫头鹰是一个很好的寓意。Also, they look cute. The meaning is, if this bird they will make singing.That when they're singing at night, because we know, that's young couple just married. We believe that the wife will start to be pregnant. 他的意思是说，在巴厘岛呢，猫头鹰也是一个好的寓意。如果说他们有听到谁家呢，有听到就是猫头鹰的叫声在谁家的话，表示那一家呢要有好事发生了。尤其是如果是有就是刚结婚的那个夫妻呢，他们觉得这一家人应该有好事发生，有人怀孕了之类的，对。然后这个是，哇，不太清楚哎，这是一个比较长的那个雕花的壁挂，这个也是猫头鹰的壁挂，那个这个是比较小，然后比较简单的作品这样。然后这个是木摆盘。那我们那时候开这一堂课的话呢，它就是学生只要刻这个眼睛跟这个嘴巴的部分，然后上油，然后这个就可以拿回家当木摆盘。如果你们在吃三明治啊，或者是吃牛排啊，或者是其他肉类等等呢，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上面。It also really attracts me a lot. Why I want to do wood carving in Taiwan? Because after we live in Taiwan for a while, I find out the Taiwanese wood very nice. 像那个他说为什么在台湾会更想做木雕？因为呢，在台湾住了一阵子之后呢，发现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木头，比如说槐木啊、樟木啊、樟木、萧楠等等之类的。对，它的温度很漂亮，也有那个香味。纹路很漂亮，然后也有香味，所以他非常的着迷台湾的木头，因为在巴厘岛他刻的木头大概是黑檀木或者是雨豆木那一类的，对。In Indonesia, we also have many wood, different kind of wood. Basically, we don't have the nice smell like Taiwanese wood. 对啊，印尼也是有很多个木种，但是呢，就是没有台湾槐木、萧楠这一樟木这一类的那个这么棒的香味的木头。非常喜欢，非常喜欢。OK， 然后这个也是教学内容之一，创意木锤。I had a little bit of this story. When we just started wood carving class, that's we did it in Ilan. This time we still live in Taipei. My
Firstwood Carving Classes in Yilan. 哦，他的第一堂啊木雕教学是在宜兰。And because I want to have a very, like I say, very enjoy and fun class, so I create this the hammer 木锤 yeah 木锤 with a different design. 哦，他 But, 那一堂、yeah. 第一堂课呢？因为他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东西，然后轻松的学习，然后又有趣。所以呢，你看这边有大象的，这边有猫头鹰的，然后有大象的，有花，对，不同样式的木锤。My idea is to wish all the participants, the student will all enjoy the class. 他是希望每一个来参与的同学都可以很享受这个过程，对。结果下课了以后，这个都是大家把卖掉。结果下没想，他其实那时候，我喜欢哦，讲错了。他那时候呢，他为了那个课程，他做了很多的木锤。他其实是要让来雕刻的学生一个人拿一支他喜欢的木锤来刻这样子，来锤这样。结果因为太可爱了，所以下课之后呢。每个人就说：“哎、欸，这个太可爱了，我可以带回去吗？”就被他们买走了，这样对。然后我们工作室除了就是刚刚讲的有木雕教学之外，然后还有展览。那马爹老师在台湾各地呢，就是我们从2019年呢在基隆展览，然后后来下来高雄、台南、苗栗、台中、南投各个地方。那冈山呢？冈山上一次的展览是在去年的时间展览这样子。那同时呢，也有一些跟其他艺术家的联展这样。那非常的幸运，然后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个机会呢，让马爹去把他的木雕作品让大家可以看到这样。那接下来是他的获奖记录。这个作品是在2014年呢，在台湾国际木雕竞赛，有入选的奖品叫做《象神与瑜伽》。这是由一块樟木刻成的。这个上面这里是象神，象神的耳朵呢，大大的耳朵呢，代表倾听人们的声音。然后这个是他手上拿的法器，这个手印呢代表着和平，然后这个呢，这个碗这边拿的是甜食，代表着足食的意思，对。然后在这个做木头的底部这边呢，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他刻了很多个人，他是做瑜伽拜日式的分解动作。那这个作品呢，它下面做了一个转盘，所以转一圈呢，就可以看到瑜伽拜日式的动作。这样，那它是由一块木头刻成的，不是粘上去的。这样，对。那时候马爹老师看起来比较年轻哈，我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再来呢，就是2020年，那时候疫情开始了哦，2019年。也就是我们那个木雕工作室开始之后没多久，疫情就来了，对。然后2020年在台南美展，得第二名的作品叫做《摇曳》，摇曳，疫情的疫。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呢？One of the reason I call this one, because Lin Bang told me, oh, this wood carving competition, do you want to join? And I say, yeah, why not? And that day morning, my brother, they has three little kids. And that time in Bali, there is an 严重那个 COVID. 疫情很严重。对。 So there's no school.They have to stay at home. 2020年那时候，我们台湾还没有那个封锁，对不对？我们台湾还算很正常嘛。
那时候，但是那时候巴厘岛是很严重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是就是不能出门的。对，那 and then the kids feel bored at home. So my brother, because in our house there's many tree, and my brother making the swing for the kids. So he took a photo and then send to me. Okay, 那时候巴厘岛他们那时候是有封城的嘛，都不能出门。那小朋友在家里就很无聊啊。可是那个他们家里有很多树，所以小朋友无聊怎么办？他弟弟呢就在家里做荡秋千，让小朋友玩这样。那就发了一个视频来给马爹看。马爹看到那个视频呢，就是那个视频给他的灵感而做了这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他就是那个这是爸爸，然后。这个呢是用一个块木的窗框，下去做的，像是在爸爸的身体，然后一个小女孩在那边荡秋千，然后就是父亲呢希望就是在疫情底下，小朋友呢还是可以开心玩耍。那取这个名字呢，姚疫疫情的疫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赶快可以把疫情给摇走这样。然后再接下来这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我看到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个作品也是同时在2020年在屏东美展的优选。这个作品叫《母亲的肩膀》。马爹，这个呢是马爹他自己本人，这是他的母亲。OK， 为什么会刻这个作品？马爹小时候呢，他的母亲是卖吃的，然后都是推着餐车。我们以前不是在路上都会有那种推着餐车在路大街小巷卖，然后可是呢，巴厘岛的天气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炎热，然后路也不好走，路真的很不好走、哦。然后他更何况就是他还要推着那个餐车，那他就整天哦，从早上到晚上。都一直在外面推着餐车在叫卖食物，这样。马爹有就是回想到母亲的辛苦，他那一天那么辛苦，就是为了拉把他们兄妹长大可以读书，所以他故意把自己做得很胖，就是要凸显母亲的辛苦这样子。然后这个作品我不知道这样各位可不可以看得到，就是母亲的脚趾头那个骨头很明显，就是。他长期在外面这样子走路啊，辛苦的工作劳动啊，对，所以这个作品就是为了感念他的母亲，这样。非常感恩，非常感恩，非常爱妈妈。对，我的婆婆呢，她做的辣椒酱啊，真的是一绝，非常的好吃。她的辣椒酱呢，我就是看了他的做法，他就是辣椒酱是用了各种不同颜色大大小小的辣椒，然后他用的都是天然的东西下去，因为辣椒很辣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有那个甜度才可以去综合那个辣味。所以呢，有一次我看他的做法，他在辣椒酱里面呢有加了花生，还有加了那个椰糖，然后还有加了地瓜，因为地瓜甜甜的，对，他用地瓜的那个甜味呢下去综合那个辣味，所以他的那个辣椒酱真的是一绝。所以在当地呢，很多人都认识马爹的妈妈，大家都想要吃他的妈妈做的那个辣椒酱。那大家都知道，在巴厘岛都是印尼的食物都是比较油炸类的，可是他的母亲卖的食物是那个青州小菜，对。他就是每天熬粥，然后那个粥呢都是用那个传统的那种炉灶，用那个木材下去烧的，所以那个食物的味道都非常的好吃。他不会用那个瓦斯，他不敢用瓦斯炉。对，他不会。对，然后所以如果说在我们那个区域有庙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希望马爹的母亲一定要去摆摊，因为他做的辣椒酱实在是太好吃了。对。OK， 然后这个作品呢，也是马爹老师的那个作品之一，叫做《
奇迹。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呢？一个人骑着一只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中年创业，而且呢，他是要做木雕，做艺术创作。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身边的人都问了我们好几次：“你确定吗？你们养得活自己吗？”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就算再困难的事情，像人不可能骑着一只鸡在跑嘛，他觉得就算再困难，你都要去尝试看看。所以他做了这一个作品。那是做好了之后呢，你要取名，然后想了很久，要取什么名字呢？有一天突然想通了，不就是奇迹吗？对，如果我们成功了，就是奇迹出现了。对，那奇迹这个系列的作品呢，它有不同的作品，这是第三个，这个叫做转个弯。转个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人生的道路有时候会遇到困难，遇到什么坎，那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转个一关就过了。接下来呢，这个作品是在宜兰有得奖的，叫做水呢。前两年我们南部不是都一直缺水吗？前年那一次也是蛮严重的嘛，三年了，对对对。然后他就刻了这个作品，就是因为这个人拿不到水，然后就很生气，就把水桶放在头上这样子。结果没想到这个作品刻完就开始下雨了，对。然后我们有做一些文化推广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是巴厘岛的巴龙狮。巴龙狮跟那个我们台湾的舞龙舞狮很相像，对。那这个是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的邀请，然后请马代老师做一些文化推广的活动。在马代的字典里面呢，没有布这一个字。那时候两年前台湾博物馆联络我们的时候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做一个活动，我们需要一只巴龙狮。可是呢，在他们的馆里面有一个典藏品，就是这一只是他们的典藏品。那在博物馆法，典藏品是不可以拿出来做活动的，它只能做展览用、展示用，它不能做活动。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需要一只巴龙狮怎么办？那怎么办？马代说，那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不然我帮你做好了，可是材质呢就不能像就是传统的这一个材质这样子，那可能就是会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材质，比较简单的材质。他们说也没关系哦，也蛮有创意的哦。所以呢，马代老师就用了这个头部，还是一样是用木雕，然后身体的部分呢，原本的这些毛发呢，它就是用椰子叶，它去采叶子然后用上去的，对。然后上面的花呢，这个红色的花是槟榔，对，干干的 dry 对，就是用一些天然的那个材质下去做。因为我发现在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吃槟榔。对，我们在巴厘岛我们没有吃那个，有个是平常是那个老人在吃。哦，在巴厘岛吃槟榔的都是 老人比较多，年轻人比较没有在吃。对对，那时候呢，他们就说怎么办，不到一个月时间。好，马代说好，那我帮你做，所以他就帮他做了这一只巴龙狮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在台北的那个活动呢可以正常表演演出这样。那除了就是我们的艺术创作之外，因为马代老师很喜欢那个古董，他发现台湾的块木非常的香，还有一些台湾的柜子非常的漂亮，那所以呢，他也有在做一些老家具的修复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也是误打误撞，因为本来呢，他买这个东西呢，他只是要放在我们工作室要用的，结果呢，经过他的修复之后啊，变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来工作室的人就说：“哇，这个好漂亮，我可以买吗？”然后
我们也是要顾肚子的，所以就误打误撞，然后就他就后来就是也有做一些这些家具的修复这样。我们第二个阶段再来做他的作品的欣赏。OK， 刚刚讲到的奇迹系列就是马黛老师的代表作。那刚刚讲的是第三个转个弯，其实第一个是这个作品。那这一个木头呢，才妙了。有一天呢，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然后下大雨，然后我看不清楚。我们说，赶快下高速公路好了，因为那个雨大到看不到路很害怕。就下高速公路之后呢，没多久就看到一间那个古物店，然后我们就进去逛。那古物店呢，就是满满的哦，很多家具哦，然后就是满满的家具。然后马黛就跟那个老板说：“老板，你那个下面那一块木头怎么卖？”他说：“哪里有木头，哪里有木头，都是家具。”老板自己都忘记他有那一块木头，所以他就帮老板把那个家具搬开之后，就看到那一块木头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红章。老板说：“这个至少有放40年哦。”他自己都忘记他有那一块木头，而且那个木头真的就是。他为什么会看到，我们也不懂。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一个木头买回家了，然后他就刻了这个作品，奇迹系列的作品。这个是初心，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初心。然后这个系列呢，它的是有顺序的哦。第一个是初心，第二个是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是什么？等一下，这个木头大概有。六七十公斤，这一块木头大概六七十。结果我们那时候开车子是那个，我们那时候开一台房车，很小的房车，然后后面的置物箱就是不是很大，然后是要那个，就是对那个 very difficult to put in the car, so I can manage it. 那个一个是很重，一个是那个很难把它搬上车嘛，哈。然后那老板就说：“你要买吗？这个你搬得上去？”他为了要那一块要买那一块木头，他就把它搬上去了。也是，When we live in Tainan, that time we live in the house which is 1, 2, 3. So because my workshop in the third floor, so I need to bring the wood go up.我们工作是我们刚搬回来南部的时候呢，先是在台南租了一间房子，一间透天的，它是1、2、3，3层楼。他的工作的地方是在3楼，所以呢，他必须要把木头呢从1楼呢那个搬到3楼去。So also one of the reason why do I carve chicken instead of other animal, maybe horse or whatever, but why chicken?Because 我这鸡是那个属鸡的，属鸡的。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要刻鸡呢？就是不是刻别的动物？”他说：“因为他自己是属鸡的，所以对他就刻那个鸡这样。”然后第一个初心，第二个这一个呢，是他为了呢要感谢他的太太我，愿意在中年呢陪他一起走这一段这么辛苦的路。对，那这一段。这个呢，作品取名为《无所》。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没有，因为那时候，because a company in Taiwan closed, but, her boss always asked her to go move to Shanghai. 哦、so, ，那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上班的公司把台湾收掉了，他们结束了台湾，可是他们一直要我去上海，对。Also, but he said to her, the boss, how about my husband? He go to Shanghai, he has no job. It's okay, he can work also in your company, because they will open a restaurant in Shanghai, so they asked me to work there. So we went there. Sometimes she also need to go to Shanghai, so I follow her there.可是我不喜欢就在上海 I don't like to live there
So I say, I'm sorry, I don't want to work in Shanghai. 所以那时候啊，其实公司一直要我去上海，那我就说，可是我先生是在台湾，这样他们说没有关系，你可以让他一起过来，因为公司也要在上海也要开餐厅，所以他可以负责餐厅的部分。然后，所以我们也有去了一阵子，可是因为他不太习惯那边的生活，然后台湾比较好。台湾比较好，所以后来他就说他喜欢在台湾的氛围，那我们就决定好吧，那就回来台湾这样子。对对，感谢他，对，感谢太太这样子。感谢太太。当你决定了，你就是你的初心，你决定要怎么做，你就不要害怕，就是去做就对了，因为你想东想西的没有用，就是专注去做。对，然后后来才那个做第三个转个弯。当然我们工作室开立工作室的过程，遇到了很多事情，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吃老本，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那所以才会磕了第三个作品。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转一个弯就过了。对， OK， 我们说呢，马爹呢是一个与木头对话的艺术家。他在台湾呢发现很多漂流木，那很多木头呢，刚开始我不懂嘛，我就跟他说，哎呦，这个木头都已经破成这样子了，这样子，这个你要做什么？他说没有，它很漂亮。结果你看，经由他的手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作品。他通常是看这一块木头，他拿到的时候是什么形状，给他的灵感下去做的创作。那这个他觉得像是一个大象，对，这个作品木头。拿到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他就只有磕了这一个部分跟这一个部分，还有橡皮一点点的部分，这样子。对，再来这一个作品也是，我们拿到这一块木头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形状。那马爹呢，他就磕了这一个部分，这里是大象的橡皮。对。When I just long time ago, when I just start to learn wood carving.This kind of wood we will give to Mama for cooking. 他学木雕的时候，通常这种漂流木或者是这一种太多形状，然后就是这种木头，他们是不要的，他们都是给妈妈那个烧柴用的。对。Because if we use this wood, after you finish, you sell, nobody buy.Before long time. 以前的年代，以前年代就是这种木头呢是没有人要的。对。Also, when we make this kind of Chuantong的木雕，一定要用那个比较好的木头。以前都是用就是刻类似这种比较传统的作品，对。然后同时它也是要用比较好的木头，它不会是用是漂流木这样。对。结果 now This kind of wood even better. This kind of wood. 他现在呢，其实他反而非常享受在于这一种创作当中。对，像这一块木头，拿到的时候也是这个形状，拿到的时候这个形状。你看这个女生的背影，她的线条是不是很美？对，他说这一种木头以前他们都不要，可是他。看了看，他觉得哎，这个木头像是一个女生的背影，这是她的头发，对。To create this kind of wood, when I make very quick, but to find idea, for example, this wood, what do you want to make? It takes time.其实刚刚有讲到马爹老师，他从小八岁就开始学木雕，那他学了那么久，其实他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那他的雕刻速度是非常的快，可是呢一个木头要刻成什么样子，比如说要刻这个样子，对他来说速度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可是要找 idea， 要想那个点子要刻什么，那个创意呢就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像你要钓这样的东西就很怪，因为都一样，不，比如说像钓龙，就龙就一样，不用那个像。比如说像科龙啊，那龙就是龙嘛，对，那这个就是在考验你的雕工，那就是你如果会雕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子雕下去。这些传统类的作品，可是呢，像是这一类的创意类的作品呢，速度可以很快，可是想要就是想很久这样。对，有时候掉到一半就把丢旁边哦、那个。有时候掉到一半就把木头丢在那边，丢了很久，可是可能会突然有一天灵感来了，哎，马上就把它完成了。像这个作品呢，力争上游系列，这一块木头呢，这上面的纹路呢，是这块木头天然的那个油花闪花的部分，它利用这一个木头的纹理来表现这一条鱼的那个骨头，这样，对。这个作品呢，叫做砍丘，我们台语叫砍丘，我们台语的砍丘什么意思？太太的意思嘛。那这个作品呢也是很漂亮，如果可以看到他本人也觉得非常漂亮。这是一块那个块木的漂流木，然后这是一块樟木，中间有一个洞，然后他觉得像那个一对夫妻，对，他刻了两只猫头鹰，那一样他眼睛的部分跟嘴巴的部分都是用黑檀木镶进去，不是用画的，对，就这样子的作品就是简单，然后达到那一个意境这样。那砍丘呢，我们讲的红阿婆那甘心，他们乌头嘛变黄金。对，那其实，在这一条我们一起创业创作的路上，我发现就是说，夫妻真的是要互相理解。然后互相的支持，当就是你这样子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真的有什么困难来，真的都不怕。对，那我也很感恩有他，马代老师是一个脾气非常好，你跟他在一起，永远就觉得是很稳，然后稳如泰山的一个人。对，非常的感恩。OK。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可以活得下去呢？因为做创作这一块呢的收入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的。那因为他的就是厨艺，那我们就是渐渐的有一些认识的客人或朋友，他们知道他的厨艺，然后我们曾经也有开过木雕课，是说3个小时的课程，比如说早上9点到12点是做木雕，然后做完木雕之后呢，12点呢就是吃我们做的巴厘岛料理，这样子。对，我们有做过这样子的课程，那有来上过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他们因为在台湾好像巴厘岛料理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就是会说，哎，有时候就会跟我说，哎，我们想要吃马代的那个巴厘岛料理，这样，那我们就会做一些料理给他们吃。所以目前呢，就是有做一些预约制的那个私厨这样。那做的料理呢，都是用新鲜的那一些新香料，尽量都是用新鲜的新香料。其实台湾呢，现在已经可以取得，譬如说姜黄也可以拿到新鲜的。南姜也可以拿到新鲜，什么都有啊。对，什么都有。然后也有香兰叶。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香兰戚风蛋糕，就是用新鲜有机的香兰叶做的。对，那这些东西在台湾其实都已经有一些小农在种了，甚至一些像柠檬叶这个部分也是有新鲜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买那个粉啊，或者是干料，或者是人家做好的那一种那个什么调理包，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用那个新鲜的香料来做的巴厘岛料理，对，像是这样，甚至连那个咖喱叶也是有新鲜的。好的，那等一下呢，马代老师会做那个现场的木雕创作给大家看。我
Balinese food, most of the ingredient is coconut. Almost every food there's have a little bit coconut juice, coconut meat. It's always a lot. Also coconut sugar. Coconut for us, coconut tree is very useful. 他们巴厘岛的料理呢，几乎每一道菜都会用的是什么？那个椰子，对，椰子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有用哦。真的，我那时候去巴厘岛的时候，我看我们家里的那个厨房啊，哎呦，我看了好感动哦。你知道那个椰子呢？那个椰子汁可以喝，对不对？椰奶他们可以用来入菜，也可以做甜点这样。然后那个椰子的壳呢，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碗。就我们家里真的很多碗，真的就是椰子壳。然后椰子壳外面那个纤维。那个干了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做菜瓜布。然后菜瓜布脏了之后可以做什么？可以拿去当柴烧。哦，我觉得这个椰子真的是好斜杠哦，斜杠人生非常的多。对， Also when we build houses, the coconut wood also they use this one. 他们盖房子也有用那个椰子树的木头，因为椰子树的木头非常的扎实。But you need to cut after 25 years. You cannot cut too young because it's, the bark will. 如果要用作建筑用的那个椰子树的木头的话，那个椰子树至少要25年以上的椰子树。对，我非常喜欢相机，因为我们笑我笑的时候，在巴厘岛。大部分是那个观光客是日本人，每一个客人就带那个手机，我相机，我看到他，哦，好酷，我想买，可是买不起，对，后来我们有机会，到日本工作，我就买了很多。那个老相机，对，他收藏了300多台老相机，可是呢，老相机不是新的那个，可是他没有在拍照，对，哇，好，开始。Because we live by the sea, also I grow up also near the sea. 我们在巴厘岛。我们家也是在海边，因为我们现在住在海边，那么那个巴厘岛也都是在海边。So today I will cup of fish 鱼。所以他今天呢，他这一块木头，他想要刻一条鱼。This wood, for me, look like fish, and also they have a little dot. I will use this one for that the 眼睛 yeah, 这个，对。为什么会想要刻鱼？因为他觉得这块木头的形状有点像鱼，然后同时这边有一个结眼，所以他会，就是那个眼睛会在这边这样。在雕刻过程当中，他的刀子是一直在换。在巴厘岛，他们买这样子一套，大概是30支。Yeah.
那就是刚开始买一套是30只嘛，可是因为随着你刻的作品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不同，然后尺寸也越来越不同，你需要的那个 刀子的尺寸越来越多，所以就越买越多这样。对，你现在有多少只刀子呢？那大概也大概有300只刀子吧。那每一只刀子都是依照你要刻的那一个作品的角度啊、形状啊、尺寸而需要的。我们曾经有一次很好玩的经验，就是台北市政府跟台北佛具工会他们合办了一个比赛，那一个比赛就是要刻魁星爷，对，那魁星爷，但是马代不认识他，有胡须吗？好像没有，对，然后他那就他们就邀请马代老师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就想说，哎，可是他也不认识，所以没关系，试试看。他就说好，就参加那个比赛。然后他们就寄了一个那个线板，就是那个木头给我们，一块平面的木板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刻。我们为了这样子呢，还去庙里面，就是我带他去庙里面看看那个魁星爷这样。后来他就刻好了哦，诶，那时候那个作品很小，然后那时候他们忘记把就是讲好的时间，他没有把木头寄给我们，等到就是快要结束，就是剩下一周的时间他才寄给我们，然后他就在一周的时间把它刻完了。然后刻完之后是不是他们就会有评审，然后就要颁奖典礼嘛，就佛具工会就一直打电话来给我说，哎，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颁奖典礼哦，非常重要，一定要来参加。打了好几次，我想说，为什么一直打电话给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得奖了？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有一些媒体想要采访他，因为他是外国人，然后刻我们那个我们的魁星爷嘛。然后他就，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还特地上了台北去那个参加颁奖典礼，结果没有得奖，然后我们就说，没有得奖，好啊，没关系啊。那就在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跟佛具工会的理事长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得奖，那这个作品我们可以带回去做纪念吗？他就说，他就拿起看，哦，这个就是他的作品哦，来来来来来，我有问题要问你。他说，你这个作品让我们的评审烧脑了很多天。我说为什么？他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这个传统木雕比赛，你为什么用机器刻？因为它刻很细很小，那些花啊什么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都是用手工刻的哦。然后他们以为它是用机器刻的，因为太小了嘛。他就说，我们这是传统比赛，为什么用机器刻？哦，那当下就很不服了。我说没有哦，我们也没有机器哦。那要不我们现在现场刻给你看，做证明。然后他就说好啊，哦，刀子拿出来，正要给我们刻哎。然后就说啊，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魁星爷他领子这样子，但是这位马代老师呢，他呢帮他带了一串巴厘岛的花圈，然后他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花圈呢？然后他说，哎，这个是我们那个印度教啊，神都要有个花圈。他就说，这是我们台湾的神不可以用花圈。哦，好，还有那个官帽，官帽的话，的那个方向，啊，因为没刻过这个嘛，不懂，那方向错了。他说还有这个官帽的方向错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得奖。那但是没有得奖也是很开心啊。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他认识了魁星爷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呢，陆续呢也是有刻那个文财神跟武财神，那这个都是平常我们不会接触到的，那都是因为他们举办这个比赛，然后邀请我们参加，然后他才有这个机会。很简单，我不到5分钟已经干已经那个出来了。对啊，他说做木雕很简单。对啊，就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做木雕啊。一起做木雕。对对对。
压力很大的话，就这个就最好。啊，对，如果工作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做木雕哦，对，非常的疗愈。这边大的压力不会的。哎，可以先停下来让大家看一下吗？有没有很像？对。好，再继续。在巴厘岛也是有漂亮木，可是不像台湾这么，因为我们的没有这么没有台风，然后没有台风，哦，对，所以没有像台湾这么多的漂亮木。对对。哎，要不要再停下来一下，再让大家看一下？OK， 又有一个形了，形又出来了，对。其实我们已经就是有帮助到当地的那个观光一点点这样，因为我们搬到茄萣之后，我们的工作是在茄萣之后，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国外的朋友，或者是台北或者是台中的一些学校啊等等。他们就是会整团下来我们的工作室参观或者是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我还都会带他们去那个新达港那个观光鱼市那一边走一走逛一逛这样，对，然后还去海边那边走走，算是有帮助到一些在地的观光这样，对。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大概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来听我们的分享。那作品呢，大概做到这个程度，对，之后呢，做好了之后，我们会上传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去，各位可以到那个 Facebook 马爹木雕的粉丝专页看一下。